做咩啊？未见过死人啊？出边点啊？我哋周围查过，冇咩发现。孙玉霸呢个老奸巨猾，连呢条咁嘅后路佢都瞒住。使唔使周围查一下，打听一下佢匿喺边度？唔使啦，免得打草惊蛇。 孙玉伯做嘢从来就干手净脚，孙玉伯做得真系绝，一家大细都杀咗灭口。哼，孙玉伯杀人唔使亲自喐手，而系要佢哋自动去死。
毒擘都唔会摆喺书房度，又何况系我？我咩都俾晒你，我啲手足兄弟同埋花会林之中最靓嘅女仔，连我自己，你连一张纸都唔肯俾我？地契呢？迟早会俾过你，你又何必担心？其实我哋又何必分彼此啊？我噶咪即系你嘅，系咪？我嘅你就要杀，你就连一张纸都唔肯俾我，仲话唔分彼此？我都同你讲过，孙玉发一日未死，呢度嘅嘢就唔系我嘅。咁我又点比得过你呢？不过你唔使担心，孙玉霸佢走唔甩。你咁有把握，寻晚失手啊系你，唔系我。如果我当时帮佢嘅话，或者仲有啲着数。你而家后悔啊？太迟啦！就算佢将快活林俾晒俾你，但系你真正需要系乜嘢？我知道，可惜佢系老人家，俾唔到你呢。系咩嘢？唔通你真系要我讲明？孟星云真系好过我？你见过孟星云未？你知唔知佢住喺边度？你唔使为我担心，我反而担心系你。哦，你担心乜嘢？孙玉霸有好多手下，佢哋分三批去攻打飞鹏堡。咁你点样解决啊？我以为你担心啲乜嘢添。佢哋约定咗初七嘅午时进攻，到时孙玉伯冇去嘅话，佢哋唔会贸贸然喐手嘅，一定会讲翻嚟揾你算账嘅。你以为佢哋真系过到初七咩？佢哋根本就去唔到飞鹏堡。
茶，请埋嚟啊！喂，你两个每人一篮俾我睇下。饮酒嘛，系煮两个菜。今晚要四个，时间我仲有一位人客要嚟。好，夏青，你摆多份碗筷，今晚你陪我饮翻杯。都系唔好啦。点解？俾人睇到唔系几好嘅。咁夜又点会有人睇得到啊？坐低啦。虽然系啫，只怕万一。你呢个人做嘢都几小心，正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当然啦。夏青啊，你记得嘛？
我曾经同你讲过，有朝一日我飞黄腾达，就要同你娶翻个如花似玉嘅妻子。记得。嗯。就快就可以帮你娶，仲唔止一个添。妻子系好嘅，一个就够啦。哦，啊你份人都几满足噶喎。好似我呢种咁嘅人，应该系要满足。哦，咁我呢？你可以唔满足。点解？我同你有咩唔同？如果你唔满足嘅，你要更多嘅钱，更多嘅妻子，你可以办得到。如果我唔满足嘅，可能连一个都得唔到。冇错，讲得有道理。一个平凡嘅人应该系咁样，而我就唔同。你都唔知道我而家爬得有几高，不过我可以话俾你知嘅，你系我最亲近嘅人，我绝对唔会亏待你。我的人客已经嚟咗啦，你入去同我预备啲酒菜。好。一路辛苦晒，嚟，我哋大家饮翻杯。多谢。系啊，你讲咩情形点？哦，好顺利。点顺利？有咁顺利就得咁顺利啦。真系估唔到，咁难对付嘅人，居然都有今日嘅收场啊！其实一切早就预料之中。冇错，你策划嘅事冇一件唔成功啊！你一啲漏洞都冇添，你嗰边点？好多得你嘅消息，完全按照计划办妥晒。一共有几多个？41个。41个。老伯嗰边一共有50个，喺未出发之前就死咗一个，你又杀咗佢哋41个。剩低嗰8个又俾我消灭咗，咁即系话老伯嘅人已经全部消灭晒。但系你有咩证据啊？嗱，呢啲金牌系老伯俾个三组人马用嘅，冇错。你满意啊？当然满意啦。咁你而家将经过嘅情形详细咁话俾我知。好，根据你俾我嘅消息，佢哋一共分成3批人，一批行水路，一批平路，一批山路。我呢家就从水路嗰方面讲先啦。为咗要对付呢批人，我准备了30个人，结果经过一场苦斗之后，对方的人全部死了，而我们的人也都死剩一个。哼，真是估不到他们的人都挺勇敢的。老伯训你的人个个都是视死如归的，那第二批呢？第二批就慳力啦，可惜我哋嘅人全部都死曬。你呢條計都幾毒幾絕，你哋只係死咗6个人，又唔使動刀動槍，咁都幾划算嘅。可惜最後一批就唔划算啦。哦，點解？當時我准备了40多人埋伏在山路那里，但是估不到
對方嘅人個個都好似膽生毛咁，結果雙方嘅人馬全部死曬。嗯，咁你付出嘅代價都唔少。一萬兩銀，幾十條人命。其實你唔使嘆氣嘅，錢我哋可以賺得翻，至於人命係人哋嘅，咁都幾划算噶嘛，係咪？咁你有冇留低咩痕跡啊？乜都冇。所有嘅屍骸全部用火焚化，然後將啲骨灰掉曬落河嗰度。呢幾十人從此之後就喺世上消失啦，連骨灰都揾唔到，乾淨利落。彼此彼此，咁亦都證明我冇交錯朋友。嚟飲翻杯。普天之下，冇一个人会估得到我哋两个原来是朋友，甚至万朋王。咁孙玉伯又何尝会知道？唉，呢度已经是你的天下了，我哋唔需要再顾虑咁多。就算孙玉伯而家嚟到，我睇佢都会惊到讲唔出声。因为他死都认为我是勾结万鹏王，但是他就估不到我的朋友原来就是万鹏王的得力助手陶大鹏。饮杯，来饮杯。呢个人靠唔靠得住？佢，靠得住。佢同你有咩交情？交情好深。我哋由细一齐大，佢对我除咗忠心之外，仲有兄弟之情。如果连佢都唔信嘅，咁天下间就冇人可以相信噶啦。呢次我哋轻易打败孙玉伯，你系居功第一。嚟，我敬你一杯。系，不敢。功劳是你的，孙剑和韩唐他两个都是武功高强的杀手，先后地被你铲除，我应该敬你一杯才对。不用客气，大家一起请。请。咁你决定几时动手啊？随时都得。孙玉伯死了，万鹏王都没用，不如就听日啦。听日？哦，唔好。不如等到初七。点解？因为初七系老伯嘅生日，而且佢喺嗰日决定进攻飞鹏堡嘅。日子都选得好好。佢准备咗几多人？除咗佢之外，就系嗰50个。哼，佢未免太睇低飞鹏堡。就算冇你嘅通知啊，嗰50个人去进攻，咪即系死路一条。咁你啊估错咗啦。孙玉伯虽然唔重视人命，但系佢绝对唔会俾自己嘅部下白白去牺牲。照你嘅睇法，佢点解咁做？我啊认为，除咗嗰50个人之外，应该仲有另外一批人，嗰批先至主力。呢50个人系去牺牲嘅，佢哋主要嘅目的就系转移万鹏王嘅注意力。咁嗰一批人呢，就喺后山度突击。嗰批人喺边度？我唔知啊，所以我先叫你等到初七呢。我啊认为嗰批人到目前为止，佢哋仲未知道孙玉伯嘅事。咁到咗初七。他们一定会准时进攻飞鹏堡，一旦没有了那50个人接应，那到时候
自投罗网。呢批人系老伯最后嘅本钱，一旦消灭咗，咁老伯全部嘅力量都瓦解咗噶啦。到时你就稳坐钓鱼台，高枕无忧噶啦。两方人马火拼，必定伤亡惨重。咁你得手亦都容易。到时候我栗香村第一个奉你为帮主。你知唔知啊？你有一个长处，就系永远都唔会为自己打算。所以你有肉食，我亦必定有汤饮嘅。如果一个人有肉食嘅时候，佢都唔去顾住人哋，咁到头来自己就连骨头都冇得啃。嗯，冇错。手怎可以捉鱼的？用网捉的嘛，傻女来的。宝宝鱼不能捉鱼。你做什么要捉鱼啊？好像梁昌主给叔叔吃素手嘛。宝宝乖啊。宝宝乖。梁昌吃晒。叔叔呢？叔叔走了。他以后还回不回来的？回。他一定会回来的。梁昌啊，他去了哪里啊？梁昌都不知道。宝宝，我这一次去，你不要担心。我知道你今次去会很危险，不过我明白，我不会阻止你。小蝶，我够用的，你留下自己。出门在外要带多个钱的。你见到这个玉佩
就好似见到我一样。小蝶，我想出去收翻对物。等我去啊。保重，你一路小心。我走。一路小心，一路小心，一路小心。边个？系我。你估唔到会喺呢间客栈见到我咧。你嘅消息越嚟越灵通喎。不是我消息灵通，而是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别人找不到你，我可以找得到。你来了多久？刚刚到。为什么不去法林看看我呢？我有事。自从你不辞而别之后，在这几个月里没了消息。你是应该知道我很挂住你。我是对你不住，不过我的确不想再过这些生活。你又同小蝶喺埋一齐？系。小蝶的确好靓，你知道佢系老伯个女，所以。你冇杀到老伯，系。叶翔当初讲得啱，冇人可以杀老伯。我欠你太多，我明白。你唔怪我，人都有权为自己打算。假如换咗我系你，我都会咁做。你睇下我有冇收到啊？冇。
咁我有冇肥到啊？冇，你同以前一样，一啲都冇变到，亦冇老到。你而家学识咗氹人添，系真嘅，你真系一啲都冇变到。其实你都冇睇真到我，我的的确确老咗好多，唔笑嘅时候都已经有皱纹，笑起上嚟皱纹就更加多，一对眼亦都唔系好似以前咁样水汪汪。喺呢一年嚟，不如意嘅事的确好多，唔净止我老咗，好多人亦都老咗。有啲人仲死咗，只但系你后生咗，面色冇咁苍白。我以前唔见得光，而家净系对住太阳同埋海水。你住喺海边？嗰间屋系一个朋友嘅。太阳、海水、海滩，同埋一个心爱嘅人。小弟，佢真系好好。佢真系值得你咁爱佢。我好羡慕佢。呢一段日子，你哋一定系过得好好。生活或者系穷啲，但系心里边。一定系好快乐，你哋真系幸福。我觉得我好似做咗神仙。既然系咁，你点解要翻嚟咧？呢度好似地狱一样。又讲翻嚟同老伯拜寿，咁你就嚟迟咗一步啦。迟咗？唔通老伯出咗事？冇人知道，不过好多人都系咁讲。点解？听讲佢唔肯行出房门口，嗰边嘅情形亦都变得好乱，每日都有好多生意人出出入入。如果你要睇佢，佢或者可以见你。我？嗯。老大。快活林嗰边好吗？快活林？小可同叶婷死咗，你走咗，快活林虽然好似以前咁样，但系对我嚟讲，
已经很痛晒。好彩仲有石群喺度，佢去咗西北，冇晒消息。你放心，西北嗰边冇人系佢嘅敌手。干唔上嘅事好难过，或者佢真系冇事，只不过佢唔愿意翻嚟见我，我亦都唔会怪佢。石群唔会咁做，佢临走嘅时候仲交代照顾你，照顾我。我咁大个人，使咩人照顾啊？不过老朋友一个个都走晒，我暂时感觉到好寂寞，所以你得闲嘅时候翻嚟睇下我，如果能够带埋小弟一齐翻嚟嘅话，我仲高兴。我一定会翻嚟睇你。如果我唔死嘅话，我一定会带埋小弟一齐翻。你是不是高老大训练出来的？我看似乎不是。难道高老大他没有告诉你，一个美丽的少女不单止一举一动要斯文，甚至睡在床的姿态都要美？有。既然有，为什么刚才你的举动咁粗鲁噶？一个人俾人困喺啲咁嘅地方，咩希望都冇，只有等死。有边个会唔发脾气？仲顾咩斯唔斯文啊？咁唔通高老大话俾你知，一个人喺呢种嘅情况底下，就唔使顾虑斯文？冇错啦，咁先至乖啊嘛，凤凤啊，我问你，你想唔想捉到一个男人嘅心？捉男人嘅心？我系捉到边个啊？你老人家？冇错，我系老，不过只有老年人才是最体贴你，甚至你要什么都可以给你。没错，你在外面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你什么都可以给我。但是你现在穷途末路，你剩下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些臭咸鱼臭腊肉
呢啲嘢连老鼠都唔食啊！况且你仲就快死添。我就快死，咁咪仲好。嗱，我又冇儿冇女，我一死咗，咁我啲财产咪冚唪可以俾你咯。到呢个时候你仲笑得出嘅？我点解笑唔出啊？我本来系财雄势大，党羽满布天下。但而家我个财产就只剩翻几条臭咸鱼，我点解唔笑啊？凤凤，我问你，你系咪好希望我早啲死啊？你错咗啦！就算我死咗，你都走唔出呢个井底。七星针系咪真系无药可解？我系讲过无药可解。既然系咁，你仲走出嚟做咩啫？不过我冇讲过冇人可解。边个？Thank you.